在座的观众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顾斌，非常高兴和您相会在粤女争锋总决赛的比赛现场。大家好，我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人钱云。那么在今天粤女争锋的第四场总决赛的现场，将上演的是一出非常激烈的金奖争夺战。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七位专家评审，他们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老师。第二位，黄梅戏名家马兰老师，欢迎您。粤剧名家、著名影视演员何赛飞老师，欢迎您。第四位，沪剧名家马丽丽老师，欢迎您，马老师。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广润老师，欢迎荣老师。京剧名家黄孝慈老师，欢迎您，黄老师。欢迎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研究院翁思赛老师，翁老师您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有几位评委是坐到了我们第二现场当中。那首先欢迎的是著名剧作家罗怀珍老师，著名导演苏乐慈老师，欢迎您苏老师。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恒夫老师，欢迎朱老师。著名导演卢昂，欢迎卢导。那么今天的卢导还是夫唱夫随，坐在他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他的太太，著名演员李艳，同样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那好了，那么介绍完评委之后呢，我们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的规则。那么首先呢，十二位选手将上台进行小生和花旦的本宫比赛。那么这两个环节的得分呢，将各占总成绩的30%。而后呢，我们还将进行第二流派的对子戏的比赛。那么这个得分将占到今天总成绩的20%。是的，那么根据比赛规则，昨晚的得分的10%将进入今天的总分，同时我们的第二现场的得分的10%也将计入本场比赛的总分。同时在最后，我们将根据四场比赛的总分情况来决定谁将闯入明天的金奖排位赛。好了，金奖争夺一触即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进入今天的本宫环节的比赛。首先是小生组出场，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小生，他的名字叫做郭倩云，他的参赛剧目是何文秀桑园访妻，掌声欢迎。Bye.
夜困起来，主人为我做三九年，官家娘子听你唱啊。我们请评委给他打分，98.7分，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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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98.6分。郭倩云的得分是98.52分。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小生呢，是徐派小生刘志霞，带来的是孟丽君选段《人言潘安美书生》，同样掌声欢迎他。请评委两分，98.7分，98.6分，98.6分，98.7分，98.8分，98.7分，98.7分。他的最后得分是98.68分。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下一位小生单航航，他的参赛剧目是《真假驸马》，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请评委为他的表演打分，98.7分，98.6分，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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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98.6分，单航航得分98.68分。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是六派小生张雨峰，为您带来的是《珍珠塔》憋雪，掌声有请。
这观点乃是成家的，我宁可我死自保。现在请七位评委给张雨峰两分，98.9分，98.9分，98.8分，98.8分，98.9分，98.9分，98.9分。张雨峰的最后得分是98.88分，恭喜。现在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下一位小生吴素飞，她的参赛剧目是白蛇传断桥。
我们一起看你的得分，98.6分，98.7分，98.9分，98.8分，98.9分，98.8分，98.8分，98.8分，恭喜你。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是小生组的最后一位小生，他是范派小生王柔桑，为大家带来的是《孔雀东南飞》，人去楼空。请亮分，98.9分，98.8分，98.8分，98.9分，98.8分，98.8分，98.9分。他的最后得分是98.84分，恭喜王柔桑。下面就要请上我们六位非常漂亮的花旦，首先登场的就是李旭丹，他的参赛剧目是《追鱼拔灵》。君子想要与他配死塞门，我才对他万人什么谢，万了什么答。
里里回顾思忆思谁谁此次把雨林暂天打印了吧评委打分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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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李旭丹98.6分好那么今天上场的第二位花旦呢是倪景景带来的是大金枝的选段头戴珠冠压鬓旗掌声欢迎
现在请七位评委给倪锦锦亮分。98.7分，98.8分，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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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下面让我们一起有请第三位花旦选手，他的名字叫做辛雅晴，他的参赛剧目是《孟丽君建书房》。请评委为他的《孟丽君建书房》打分，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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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98.6分，最后得分98.7分。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是副派花旦董建红，有请他为大家演唱《情探行路》，热烈的掌声有请。小鬼心里就是偏见，听说是偏见怎么心胸是啊偏，谁想家子大姑给你的王子，他在那十五日路子曾上坐在洒多秋思雨凄凄凄凄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七位评委给董建宏的打分，98.9分，98.9分，98.8分，98.9分，98.9分，98.7分，98.85分。董建宏的最后得分是98.87分。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下一位花旦选手樊婷婷，她的参赛剧目是《碧玉簪三盖一》，掌声欢迎。
98.8分，98.8分，98.8分，98.7分，98.8分，98.8分，98.8分。樊婷婷的最后得分是98.8分，恭喜你，婷婷。那么在婷婷之后上场的呢，是最后一位花旦选手，他是盛舒阳，为您带来的是《情探杨告》，掌声欢迎。情大自明，一生欲望谁同道生命化自明，这指望生死无不与他同，女儿谁知晓自生自灭不去与作兴啊生，儿把良名字人人共愤，望人生之正义是才应与我归隐罢了生啊，魂灵与我扎针，与我扎针，黑生艳阳，我纵死亡谢也关节三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啊！我明白了，欲尽王魁逼迫的意见，他是天子的门生，就是人生的女子，你们是怕他，不过
先请评委为盛书阳打分，98.9分，98.9分，98.9分，何老师98.9分，98.85分，98.9分，98.9分，盛书阳的最后得分是98.9分，恭喜书阳。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是第二流派的这样一个演出啊。那么六队选手呢将会依次登场，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第二流派对子戏。是的，首先登场的是果粒橙组合，他们的参赛剧目是梅龙镇选段，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李旭丹和郭倩云，欢迎两位。
好，那现在我们请评委给我们的国立城组合打分。98.5分，98.5分，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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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好，我们来听听评委的点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跟旭丹提一个小毛病啊，就是你如果要伸这只脚亮相的时候，你一定要伸右脚，不能伸这只手抬起来以后，你要再抬左脚，那就是一顺边了。谢谢黄老师给我们选手的宝贵的指导。那么现在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我们两位小选手在这个环节的得分是98.58分。好，那么接下来上场的这对组合呢是倪瑾瑾刘志霞的月香组合，欢迎大家为大家演唱貂蝉与吕布的选段小燕。温黑人送来金箔一锭，不知何人所许。此乃小女貂蝉亲手所许。哦，快快请出小姐，我要当面谢过。好，好，好。且慢听着，我是小姐陈塘。是。见弟弟，儿子，这是你叔叔进屋的吕文儿，快快上前拜见。是，弟弟，拜见王儿。妈姐，我你
我有请一个客户。哎，吴小鸾，你在北京啊？此情我有一路给子，引万岁旨。让我们一起请七位评委给两位打分，98.7分，98.7分，98.7分，98.8分，98.85分，98.8分，98.8分，98.76分。恭喜二位，恭喜！好，现在我们请评委来点评一下。那么，作为第二流派，我觉得能够把你们对这个人物、对这个特定的哈。这个人物关系能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我觉得很成功。谢谢老师的点评，也感谢两位的精彩发挥。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下一对组合星空航线组合，他们的参赛剧目是《打金枝闯宫》，有请辛雅琴和单航航。
去问你，是世界之上后真为他，天地为大，后真为真，父母为真，你在家的事情，孝顺父母，出家之后呢，尊敬公公。岂有嘞？你既知道出家之后尊敬公婆，今日是你公婆七十上岁，你为何不去拜谁呀？今日是三呀王城丹青，臣服八官不早起，众兄嫂成双坐得来拜谁？这有我徒子一人休有气，我宁愿怎样你做父母你不去拜谁，如何意？接下来我们就请七位评审呢来对他们刚才的表演进行打分。98.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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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最后得分是98.7分。好，接下来呢上场的是环宇飞鸿组合，他们带来的是何文秀算命选段，有请董建宏、张宇峰。叫做命，他是官相公。
此难图，那云面来说你声声高叫父想起了娘家家道病，莫必是富有人家来送你，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得到海宁洋洋名，大无人家叫帅名，本应要三五两银，总等人家交帅名，再说台湾台典型，贫穷人家交帅名，不受人是白好分，唐大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天东爹也是问，送起小儿马高兵。先生年纪轻，这流言蜚语我可难听。人生老叫不能听，老叫文字听不听，难道不尽的虚词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几位评委给你们的打分。98.9分，98.9分，9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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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98.9分。环宇飞鸿组合的最后得分情况98.84分。
我觉得你不错，你不错的在什么地方呢？营派唱这么快，唱这么活跃，表现了人物的喜剧的心，喜悦的心情，这一点你很表现得很不错，谢谢。现在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下一对组合，他们是神仙伴侣组合，他们的参赛剧目是秦探送王郎，有请樊婷婷和吴素飞。相公，好似相公。
我们看一下评委为这两位选手打分，98.9分，98.8分，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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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98.85分。祝贺你们，那个樊婷婷也是非常到位啊，是真是一对技术型实力派的演员，好演员，真是一对神仙伴侣，是吧，温老师？好，谢谢我们温老师的点评。这个环节得分98.89分，恭喜两位。那么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今天的最后一对生旦组合了，他们是柔帆远洋组合，为大家带来的是秋海棠选段《心心相印》，有请盛舒扬、王柔桑。西山，罗女士，对不起，留你一人在此太寂寞了啊！不，我看这里的时候一切都布置得这样佳子。等不为官道寂寞
原生女子的风格，要好好修炼。
因为请亮分98.89分。最后得分是98.82分。恭喜柔桑，恭喜舒阳。嗯，掌声欢迎我们其他的五队选手上台。好，那么同样我们现在把画面再一次交给第二现场，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给分情况。天哪，给十分的几乎全给啊，果粒橙月香组合，星空螃蟹，环宇飞鸿，神仙伴侣，柔帆北洋。我相信给十分是我们第二现场的评委给所有粤语的鼓励，也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好，把镜头切回我们第一现场。谢谢彼得。好的，谢谢彼得。那么随着第二现场比分的揭晓，那么本场比赛的比分马上就要揭晓了。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柔帆远洋，他们的得分是89.09分。排名第二的是环宇飞鸿组合，89.08分。排名第三的是神仙伴侣组合，他们的得分是89.06分。并列排名第四的是月香组合88.94分和星空航线组合88.94分。排名第六的是果粒橙组合，他们的得分是88.83分。那么根据这个积分排名表呢，我们产生了今天的今日之星，也就是得到分数最高的一对组合，就是柔帆远洋组合出列，好不好？我们掌声恭喜他们。同时，谁会闯入明天的冠军争夺战？对，根据比赛规则，我们将综合几天的得分来综合考虑谁将进入明天的冠军争夺战。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字，全场一起来好不好？揭晓结果，这个总排名的出现， 来，五、四、三、二、一，请看大屏幕。恭喜我们的环宇飞鸿、柔桑远洋和月香组合获得了我们的金奖称号，我们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好吗？其实我觉得一路走来，我们的选手不仅仅是在为自己而战，也是在为喜爱他们的观众朋友而努力。让我们一起把祝愿送给我们所有的选手，祝福你们在粤剧道路上越走越好。好，观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粤女争锋第二季第四场的总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是的，那明天是我们的冠军争夺战，三队组合到底谁可以问鼎我们的冠军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明天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再见。再见。